继七月在台北小巨蛋拉开时间线 Timeline 巡回演唱会的序幕之后，10月12日，林俊杰终于来到了上海奔驰文化中心，将这场积蓄了10年梦想与力量的演唱会献给上海的歌迷们。在一片紫色的汪洋中，林俊杰的父母也是意外现身 JJ 的演唱会，这也引起了现场粉丝们的一阵惊呼。一身闪亮盔甲现身的林俊杰一出场就以钢琴表演迅速捕获了众人的目光，可谓先声夺人。今年是林俊杰出道10周年，也诞生了他自己的第10张国语专辑《因你而在》。10年磨砺也让他的歌唱生涯迈向了全新的里程碑。演唱会现场多首好听的歌曲也都一一唱响，并引发了全场大合唱，可见 JJ 的超高人气。现场 JJ 也不忘和上海的粉丝们套近乎，苦练的上海话终于有了用武之地，这也让大家惊喜不断。上海的朋友，我回来了，我出道10年了，你们跟我多久了？上海的老婆，我们给他一声，谢谢你们。这个，先不管这个性别啊，这个老婆们真的，对我来说真的太重要了。